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aren， 是这个北京山地车速降联赛这个赛事组委会的负责人。今天是4月22号，赶上是地球日，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节能、环保、低碳。今年我们这个比赛呢是北京有一个联赛，是一共5站，然后希望你们关注，今天是第一站，然后之后还有4站可以看，然后北京最后在10月份还有一个山地车锦标赛，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捧场。这一次我们 MTB 的那个速降联赛还引进了意大利的一套比较先进的那个电子计时系统，是从山顶靠你的撞杆然后发出信号来。评论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显一。哎呀，这个特别综合，有宽的加速，有树林。有弯道，有陡坡，有陡坡加石头，有宽道加弯道，所有的一切都有了。还有更重要的，最后有3个飞下的断坎，就是落差，还有上面还有2个跳台，所以这是应该在北京，这算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路线，是适合大家来练习的。血都快吐出来了，这一直蹬一直蹬，体力不行，现在还得再锻炼，但是其他的感觉都特别好。牛绒裤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全山地联赛的张东，我是全山的木马，大家好。喜欢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没有任何理由的喜欢，知道吗？我说出来的理由的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从这里逛啊，从这里逛打，把风景拉开呀、啊！哎呀，一点没糟践，起来。牛人裤，我就是牛人。